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，祝贺印度总理莫迪宣誓就职，开启第三任期。路透社报道说，这是巴基斯坦方面首次对印度大选的结果作出回应。报道又指出，九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莫迪就职仪式上，有七个地区国家领导人受邀出席，但是夏巴兹并不在其中。另外，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，今年三月夏巴兹第二次当选巴基斯坦总理后，莫迪也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向他表示祝贺。